晚安，玉人晚安，晚安，无双晚安，硬三，今天穿的好看，真的吗？有打扮，今天精心小打扮。晚安，晚安，神推晚安 ，Hello 木东，晚安，我的歌怎么那么慢？洛克晚安，晚安，乐苦啦。今天可爱是神推 ，Hello， 项链也很特别，晴天欢迎。跟这个，我的毛巾是可以放旁边。今天就闲在家。好吧，应该是说每天都闲在家。谢谢床单，拉古拉古拉。Hello， 三爷。我觉得这个鬼子哥欢迎，怒良又欢迎。每天都闲在家，对啊。Hello， 两只表欢迎，鬼子哥欢迎。我觉得我今天发好看，我最近在看这个韩剧，还有那个至少要闲到六月底，对，真的。六六八欢迎 ZEUS 欢迎琳琅欢迎欢迎，谢谢小红的 love， 桃瓦哥欢迎哈，欢迎小红，谢谢你的 love，终于彩色勾勾了耶，耶、yeah, 谢谢赛哟。这可以改，你们等我一下哦。Hello， 冰洋。哎。哎，是婷丽，然后这样吗？最近看了很多韩剧，好好看。乖乖欢迎他看了，欢迎啤酒，欢迎加速，欢迎哎呦五，欢迎子弹，欢迎。就是我就是刚刚随便播一播，他就变这样，我就觉得还蛮好看。冰洋欢迎，思涵欢迎。而且我刚刚上十分钟前，半小时前在躺在床上敷面膜。雅美欢迎，然后我刚刚就头发吹一下，大概蓬分一下，然后夹个东西就开了。 Only 欢迎 ,1485 欢迎。对呀、啊、取消了。没关系。本王欢迎，浪客欢迎，通某欢迎。詹先生欢迎，小白欢迎。酸酸甜甜爱上你。哦，那个我知道哪一部，可是我最近在看那个某一天什么灭亡来到我们家，还有那个什么。我今天看的那个什么，突然忘记哦，那个尸体什么？哎，不是整理遗嘱，哎，突然忘记，因为我今天才看的。看许人国对，丽阿欢迎，卡布猫欢迎，凤赛欢迎，凤梨欢迎，交往欢迎。对对的对的，我看了那个我的遗物整理师，还有那个我还有看那个。还有一部，我突然记不起那个叫什么。我的室友九尾狐。晚安，卡布猫，赵勋欢迎。我的遗物整理师啦，可惜呀、啊，今年生日会取消。没事没事，还有机会。看好多，因为都在家，一直在看，可是就是一直在等，你知道吗？就是。忍不住了，把所有的看完，然后就要一直等它更新，这样。你看太多了吧？等一下哦，这小火炉超甜的。
四月欢迎曼彻斯特欢迎，四月欢迎爱尔兰欢迎，九尾狐超甜，甜到不行，才前面四集耶。前面四集他就Hello 凶神恶煞，欢迎有比你甜吗？有，因为就是我觉得那部片还蛮好看的点是他其实你有几个手机盒，几个手机隔阂啊，那是什么意思？ Plus 欢迎，难怪越来越笨，什么意思？看韩剧就是越来越笨吗？没有啊，看这种就看他们演戏，而且就演得很逼真啊，明明就是不是真实世或世界，可是就被他们演得很逼真，我觉得很厉害。K-Fan 欢迎，佩轩欢迎，看九尾狐都要帮柳俊烈哭了，为什么要帮他哭？柳俊烈是哪一个啊？我每次都记不起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他们戏里面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我都看脸。晚安。复习一下韩文，啊，来不及。念念欢迎，咖啡欢迎，我觉得太好看了。晚安，杰伦欢迎，苏云欢迎，敏雄欢迎。韩国好像很会拍这种有点奇幻的，对。哦，真的、哦，惠丽真的有现实男友哦。Oh my god！ 我听到什么八卦吗？啊，这样我就不想看了，因为我每次其实，在看剧，我就觉得 CP 很重要。然后，可是当我知道如果这个女生她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男朋友，我就会觉得看什么都怪。但没关系，不影响我对男主的感官，因为我真的我看那个，其实因为我是喜欢惠丽的零包袱，然后我好喜欢男主角的那个贴心成熟的感觉啊！1988吗？1988好像有看过，怪你的头，没办法，就是觉得怪啊。汤姆欢迎 ，Hello， 老头欢迎，阿鲁，改主要看男主，惠丽真的超可爱的，我也觉得她超可爱啊！没关系，我还是可以看。哦、oh, ，小薰姐有推荐我大发不动产，但我最近他有雪阳蹦蹦，欢迎一双，欢迎念柳，欢迎不知道，就觉得他明明现实中有男朋友，然后戏里面的男朋友就会觉得他是花心，没有啦。我的耳朵很痒，但我觉得那个衣物整理那个真的让我最最最喜欢看，应该是我现在目前为止最印象深刻的一个电影。郑容和连男生都觉得帅，哎呦，他韩国的都大家嘛都说帅。金敏洲谢谢你的枫叶，台客欢迎。哦，我知道谁有，我是在等无法抗拒他，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女主，那个女主很漂亮，好久没有追剧，会不小心把西瓜的连接带入，对，没错。顶楼我看过啦，上流社会我把两季都看完，还有第三季，他最近出不是，那个也是小薰姐叫我推给我看的，然后我就在他们家看了。两天吧，把它全部看完。晚上好，杨哥，晚上好，晚安 ，Grammy， 晚安，咖啡谢谢你的船长。听说那个 CP 也很强烈，对，我喜欢那个女主角，无法抗拒的她。还有，我也想看
现在分手中还是什么？周慧乔演的。我更新一集我就会直接看，顶楼太狗血会吐血，真的看到很生气。可是我很喜欢他们里面很多演戏演技爆棚，真的是很厉害。尤其是那个坏女生，就是那个每次都欺负就是那个他的女儿的那个，哎，不是，就是他都会，他是谁，他叫什么忘记，反正我就是他有一个哥哥龙凤胎吗还是什么的那个。欢迎暂时欢迎，我只觉得他演得很好，坏女人演得好像他超正。嗯，我是一集一集追，我等不了。我是一个等不了的人，我没办法等。他只要新出一集，我就马上去看。所以我觉得最近我应该会先把那个遗物整理师看完，因为我觉得那个他已经到结局了嘛。我才看到第四集，我就很有感，超有感。艳红欢迎你，我太喜欢那个。可鲁，他戏里面的名字叫可鲁，那个男，他应该算男主角。他在整理遗物的时候，生日会取消，本来想给你惊喜。哦，没关系，佩璇，谢谢你。对啊，哦对，生日会取消了，有一点难过，但我们已经有过过生日了啊。对啊，我四集都哭，所以我今天你没有觉得我眼睛很肿，就是因为我今天在哭，一直看那个韩剧看到哭。太感人了，因为那个故事真的是太逼人了，就是每一个故事都还蛮会带进我心里，而且我觉得可鲁演得好好。他超好看，我也推荐你们去看，是有故事的。我觉得这种有故事的我就很喜欢看，而且它不是什么甜甜的剧，它就是一个有故事的片，我觉得太好看了。火神的眼泪呢，我看完了。那个也是啊，我最后一集还没看，因为我跟我姐答应，因为我们两个有买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投影机，就是可以放在家里的那个大大的，然后我们说等到货来的时候再一起休，他休息的时候我们再一起看。 LAW School 听说也很好看，那是什么片，是谁演的啊？大师比例，我跟你讲，六月超多剧可以追，真的，居然这么享受，我们就是这么享受生活的，真的很催泪，遗物是很容易被带入剧，对，真的，每个故事都有它的一个遗憾，可是那个遗憾，我今天看到第五集吧，然后我就听到可鲁就讲了一句话，我就觉得，算了，我先不要爆雷，你们自己去看，听说会很有共鸣。台湾说火神的眼泪吗？火神的眼泪也是很感人的一部片。啊，欢迎夜雨，欢迎。有没有爆雷？你们自己去看。反正它里面就很多金句。熊熊小猪耳朵欢迎，九航欢迎。听阿丽推荐我也来看《遗物师》了，真的好看，有看吗？综艺比较没有看，可是我最近也不知道看什么综艺，你们要推荐给我吗？有综艺可以推荐给我看。Hello 八八八，欢迎阿福，欢迎道婆，欢迎。嗯，真的。影集类的，可是我觉得《火神的眼泪》有点像一个美剧，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美剧，它就是也是救援的，然后拍救援的生活。他们出勤的时候也都是讲就是救火，然后救生员这样，然后就是也是这种很像美剧，《十五夜不错笑》，那个是什么？偶像剧吗？综艺吗？我来记下来。十五夜不错，小时候。十五夜不错，
我跟你们说，我是看那个。不要，喉咙痛，关起来。不要，关起来。差点，我家人就要露出来。好，出差十五夜超好笑。出差十五夜，怎么都一样的、啊有三四季的样子，好像就是你说的那个嘛。灭亡来到我们家也不错，有啊，佩轩，我刚刚就是我有看啊，我已经看到，我也是看到他更新的第八集，应该多少都有改编。去看一 A 一 NBA 上认识的哥哥那集，好，你说那个新女团。美剧九一，对对对，美剧九一，草莓奖欢迎。好，不太会，我没有教皮，我只是觉得跟我讲的一样。是不是不要吃水果？九一吃东西太兴奋，没有。太激动，真的太激动 ！CHIA 欢迎，就你们呐、啊，徐秋欢迎。我想自拍，突然想自拍。我觉得今天真的很美。我今天没有照片 po， 我不知道 po。今天有直播就不po文了，谢谢。我也觉得美，谢谢，很美啊！拍一拍你那个。等下我想喉咙休息一下，你们先看着我的美貌就好，自己讲啊！你们就看着我就好，我想休息一下我喉咙。紫红的玫瑰，突然好想睡觉，秀子晚安。没有，我只是今天想说打扮一下好。Hello， 君燕，晚安，小子。今天脸鼓鼓的，有吗？今天有鼓鼓的吗？可能是变胖，不是鼓鼓，是变胖。觉得是我自己变胖。Hello， 保温瓶。
最近吃太好的幸的幸福肥。罗姐，欢迎，晚安。我没有瘦啊。我今天跑不想讲话。我等一下还要跑步。我最近因为下雨嘛，都在家里运动。嗨，季鹏家下路欢迎。我那要吃点。没有，我们这边都下雨，是今天天气好了。R， 欢迎，谢谢追踪。我又想表达一切好了。Alan， 欢迎。不是这个水杯子怪怪的味道。有个酸味，是没洗干净吗？小霸王欢迎，卡拉欢迎，柠檬欢迎。我现在可以画少少，你们讲话。我有洗杯子啊，并没有洗干净啊。番茄，番茄，这样。柠檬，谢谢你的床浆。很多，真的很多。拍拍很好看，我今天已经有洗，又再洗一次。你不喜欢吃番茄啊？那我吃给你看。小番茄是我的爱，基本还有，只要是水果我都喜欢。哎呀，待在家里到28会不会觉得不会啊？我问你们，没有养狗狗的人吗？在座的人？对，我也只是吃小番茄，我不喜欢吃大番茄。阿米欢迎。我是画画力。谁要养狗狗的吗？什么狗？玉人。我最近想养狗。罗姐，你是养什么狗？谢谢剑子枫叶。明明就会什么？哎，我最近很近的。贵宾哦，我们家养贵宾。我不喜欢喝番茄汁，我喜欢吃小番茄。土狗哦，真的、啊，单身狗养我。蝴蝶，我第一次听呢，我要看看。我最近一直想养法斗。哦，蝴蝶犬啊。哦哦，它的头好像蝴蝶哦，难怪会叫蝴蝶犬。阿丽床上的小心，欢迎。
是谁的名字啊？阿力床上的小心是谁？耳朵毛很长，而且还是黑土色。我自己是猫派。我最近想养狗，以前养猫但去世了，哦，心好痛哦。所以可能你们再过几天直播就会看到我家会有一只狗了，好想养狗哦，我超想养狗。我其实一直都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以前住在姑姑他们家的时候，我们家都有养狗狗这样。然后自从我搬出去，因为我住在姑姑家的时候，姑姑他们是养艾玛基石，然后养很多只这样。没有，我要自己买狗。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狗狗都超可爱，因为我姑就是她想要马吉斯，就是这样小小的。可是要领养的话，就不知道可不可以领养到小只的，所以我就想不用买的。然后我姑姑她之前的那只马吉斯，她就是很小一只，然后我就看她很可怜。可是我姑姑就说她要叼她的那个身体，不能给她吃太多东西这样。然后结果他好像一天只能吃，要用算的呢，不能就是给他一盘的呢，要给他算10颗饲料。然后我就觉得太折磨人。然后结果我姑不在家的时候，我姑不在家的时候，我就直接偷喂他吃超多，然后就变胖，然后就被我姑骂。可是我就然后那只狗叫拉拉嘛，就是我po到的 IG 上，然后我姑就会很生气，她每次都说都是你又胖的呀，她本来就是要小小只这样，可是这样还是会遇到动物比生命比人类短。对啊，一定啊，谁你豪宅了？陈家叔，我喜欢，因为我们家适合小型犬，不适合大的。大的其实我也顾不来，因为我是想要他偶尔也可以来我房间睡这样，就是因为我房间很小啊。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养狗狗的家庭长大，所以其实我是可以养狗，因为对，因为我姐她也一直想养，然后她现在跟我一起住嘛，她也一直想养，所以我们两个就决定一起养一只狗。阿力，我来唱歌，好，好，我们今天小三美女唱歌。刚好我今天不想讲话，你先讲话。等一下，我忘了啊。那个，哎，一开始啊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大甜。八月三五的阳光啊！哎，我今天两个都小碎花哎。对啊，很像哎。你先唱，认真唱。好。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大甜，八月三五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带你滴滴清楚的蒸馏水，有吗？耶、yeah! ！好棒、哦！好，阿姨唱，阿姨唱的更好听。我不要唱，我今天我不想唱。好，喂，好猛！哎，你改套几点？10点。十点，嗯，刚刚开吗？嗯，你到几点？我快要关了，八点多，还有9分钟。好，那你就跟我聊天吧。好啊。今天都在睡觉、啊。我刚刚跟我的大家说我要养狗，哎、欸，我要养狗，小三美丽。真的吗？真的，我想养。确定？啊，你想，但没有要养。可是就是蛮确定。我也想养哎、欸，超想养的，好想养。可是你们家可以养狗吗？我家应该我不知道，应该不知道哎。应该可以，应该吧。我想养，可是我怕，可是每天要散步，很多人说我，大家觉得我不会去散步，然后大家说我不要，不可以。你可以叫你家人帮你一起啊，如果你家人想要的话。我阿嬷不喜欢动物。哦，真的、哦？
对。那你也是放弃了。我是因为我家人他也是想养我姐姐。真的好，那我应该住一个人，一个人住的时候要养。可是一个人你忙的话怎么办？什么东西？一个人你忙，一个人你忙的时候怎么办？狗狗怎么办？对，这个有一点难。对，哎，你想养那种？你想，那你想要那种狗狗，哪一种的？你知道法斗吗？我想养那个法斗，怎么样的狗？脸皱皱的。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想要那个，因为那是狗，感觉很适合你。对啊。他跟在我旁边，我叫他，我爸是女神，然后他是丑嫩，他是丑肉。要那个，我想要，我想养那个博美什么？哦，真的，我也有在想要不要养博美，可是博美有点太爱叫，我不喜欢太爱叫的狗，我喜欢乖乖的。也是。嗯，法斗超乖的。我想要小小，哈，我要小小的狗，小小的狗。对啊，一定家里这种家里只能养小小的，我没办法，我不行，我大的狗真的没办法，很恐怖，感觉会扑人，发抖，长蛮凶的，长得蛮凶，有吗？对，发抖没有吧？它是要看再推一点吧，要看。我是买那个，如果是我要买的话，我就买奶茶色的那种，就白色的，啊、白奶、啊，黄白黄白的那种，就很可爱。我给你看照片。好啊，等一下，博美小只的蛮可爱，超可爱的。美林是狗，我喜欢狗，我不喜欢猫咪，我不是不喜欢，我会怕。看的话可以，但是我没办法摸猫咪。猫咪真的、哦？为什么？我也不敢哎，就是我怕会被刮。我也是，猫咪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敢摸。我家有两只，我回家都被被。什么被什么刀被揍吗？被什么刀？我不会念。在讲什么？哎，两只这种颜色啊，很像。你感觉有养那个？我觉得你养那个狗很适合，真的很适合。可是他们都，我朋友就是我刚刚有问张林，张林说，他说博美应该比较适合我。没有，我觉得你的感觉，你的有一种那个感觉是比较就是养丑很丑的，比较适合你。好，不可以知道吗？就是对不对？没，对对，就是漂亮的不可以养那个很可爱的，对，对吧？我也觉得。好，大只。等到我养了，再带去公司玩。可以去公司的话，可以吗？他就可以在那笼子睡觉就好了，不要管他。那你先就是养的话，就跟我说。我在第一时间打给你们，跟他视讯。什么视讯？视讯。跟狗狗视。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笑。我也想养哎、欸，因为现在就是很无聊啊，在家无聊，应该是要就是狗。不是，我不是因为在家很无聊，我是一直就很想养。对，我之前也是因为心情不好的时候有狗的话，应该不会那么心情不好。对啊，而且你又没有姐姐陪什么的，我都有姐姐陪，就比较不会。对啊。对，因为我就没有人了，所以应该要有一只狗的陪伴。对，没有啊、嗯，你会怕大狗？你会怕吗？你会怕大狗吗？我是会大的狗狗，我不会，我只怕猫咪，我不会怕狗狗，跟我一样，因为我你也怕猫咪啊。然后我姑姑家有一只猫嘛，然后他们就生很多啊，生很多呢。他们就跟我说：“那你不要养狗，你养猫。”然后我不要，而且都超可爱，那猫咪都超可爱，很多只。我真的不行，我真的。可能我被刮到，所以我就吓到了。哦、oh, ，我不行，猫咪我也不知道。是不能带出去散步，所以就
我就觉得对，很可惜，怕他我带他去散步，他就哭，他就不见。而且听说猫咪是要死掉的时候，一定不会让我们看见，就是它会跑掉再死掉，所以就是找不到。会怕吗？这有一有对，但有一些的话就是应该笨吧。有一些猫咪是会真的是去外面死掉，但是有一些是在家的那个就是柜子里面之类。我这样有点可怕耶，因为找不到嘛，然后半年之后就找到了，这样子不会觉得很恐怖吗？啊，我这样我会心疼的。还有你有跟我讲，其实我之前本来想说，养猫咪好像如果把它养好的话，搞不好它就不会这么的个性怎么样。因为我们家那猫咪真的好可爱，然后可是后面我想说算了，不要，因为我有怕猫毛，我怕猫毛，我怕过敏啊，这样的。应该说，可是狗狗也会有毛啊，没有那么可怕。好，我知道，我跟你说，我其实不会觉得猫很恐怖，我是觉得它很可爱。只是就是你看美玲刚刚又讲说它要死掉，它都要跑出去，大家会心疼呢。怎么那么成熟啊，这个猫咪？因为我妈妈之前小时候养了超多十次多猫咪，然后全部都是在外面死掉，就他没有看过他们死掉的样子。真假？对。嗯，好可怕。好，养猫咪不如养老鼠。可是如果真的我养猫咪的话，他会帮我养老鼠，但是我不想要自己的猫咪死掉老鼠。怎么家属你会怕吗？就是那个淘汰老鼠，我不喜欢，我就不喜欢公司的啊，公司的不行啊。对，我都忘记你。我没办法。对，之前是不会可怕，但是就是那个老鼠的那个包包里面的那个，从那时候开始就什么都不敢看，真的不行。因为包包里面老鼠真的是那个黑力，我懂，太恐怖，就像我恶心猪一样。对啊，我们公司有养老鼠，它叫什么恶猪？我不喜欢，我真的。然后我每次都在大叫，在那边就因为很多人，就是我跟那个张雨林什么，对，然后我就想说不要看，我一直说不要看，赶快走，他就我一个人跑掉，我真的没办法在那边等。那你会怕 Mina 吗？这个 Mina 本人也问过我，知道吗？我上次就是说不喜欢老师，然后就说，那你会讨厌我吗？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不讨厌你？他说因为我长得很像老鼠啊。这很好笑。真的，然后我就想说，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你很可爱。然后就他就传给我一个很像老鼠那个这种脸的那个照片，然后就他传给我，真的很好笑。就是我觉得那个不像，好好笑哦。很好笑，他真的是只会我们。对，超像，你刚刚那样超像的。对吧，我超级像，我可以魔幻。真的很好笑。美玲接受老鼠特效吗？变自己变老鼠，看看那个 snow 的老鼠还好，还可以，很可爱。可是这别的，如果真的很像那个，还好，我觉得特效是还好吧。特效我也觉得还好，就像我怕蜘蛛的话。对啊，可是特效的蜘蛛我也会怕。就之前有一个 IG 特效，那蜘蛛就是它会钻到你的鼻孔里面啊什么的。我跟你讲，我家最近有很多蜘蛛网，我都会吓死，我就赶快让你清掉。为什么？你后面有哪里啊？有个那个后面那个柜子上面那个点那个黑色的。没有啊，都清掉了。你的，变你的，变你的，变你的。啊！我是说这样。好坏。美玲坏坏。
笑死！上次我在原子竹家嘛，因为原子竹他妈妈就是，你要不要看原子竹，只要每次骂脏话，就是可能不小心谁，然后就他就会就是会就是骂人嘛。原子竹不喜欢听到人家骂，然后有一次，对，就是原子竹在他妈妈面前就是在讲说什么阿姨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这样子，然后他吓到，他就这样，然后他说。我以为你在玩纸，然后我就说没有啦，终于今天。哎，对，就是每次他都是我们，如果就是差点要做那个 B 那个的时候就他会说，你是在比中指吗？这样他会吓到，对，他会吓到。他说你刚刚讲什么？他就讲，而且他都讲。宝贝、啊。对，真的是那个表情，真的是那个表情。宝贝啊，你不会这样子的，谁叫你讲这个？对，很像，真的那个表情，对。那那跳毒蜘蛛，他那跳毒蜘蛛的时候会抖吗？会怕吗？不会。你不是最喜欢毒蜘蛛吗？自己单独，什么东西？笑哦，是的，一模一样，感觉还好吗？你感冒啊？对，你也是感冒，还没好，我不敢。你不可以请哦，我不敢去诊所看，因为我觉得很恐怖。我也是，我也还没好。这个甩头，肚子好哦。你还没吃饭？还没。怎么还没？那我就快关直播吧。好。你刚刚去忙，拜拜，爱你。好吧，我也爱你，再见，拜，耶，加油。Oh my god！ 好，我决定了，发扬法斗，徐秋欢迎，豆梨王欢迎。哎呦，没有，我觉得我是吃这个水果，它就生痰。我决定了，要养法斗，确定。不会很贵啊，哪有很贵？幼犬哪有很贵？你上网查嘛，怎么可能那么贵？老痰很多，对。没有这么贵啦。要取什么名字？来，我们一起来来想想。我其实自己心目中有一只法斗，现在降多了，它现在没有之前那么贵。我之前有想到一个名字，我之前一直想养，因为我之前一开始想养的狗是雪纳瑞。雪纳瑞有点脾气坏，所以我觉得不要雪纳瑞。我已经想好，他要叫，我写给你们看。他要取一个，好，他叫木木，因为就变成零了。You can be 欢迎嘞，欢迎。我问的那一家没有很贵，真的没有很贵啊，哪有到，那就是没有到这么贵。回回欢迎木木，对木木，木木，因为是零的意思啊，因为我要养公的，不要养母的。男生5-6万太贵了啦，哪有这么贵？我问的没这么贵、啊。我想买公的，因为我不想要他生小孩，而且这样可以去跟那个什么小薰姐的 Hannah 去结伴。好了，我决定养了，因为我刚刚
我刚刚什么意思看手机？是因为我姐。真的吗？玉人吗？玉人。我的耳朵好痒。没有五六万呢、啊。为什么挺适合养发痘的？没有，因为我之前跟汉娜相处了有一周的时间，我直接爱上汉娜，虽然她是女生，但我就喜欢这种皱皱的狗，很可爱，腿短短，我不要，我就是想养呗，我想自己养一只，她要幸福的。哦，你们这样讲我都好期待。狗狗快点来吧。美女跟有点丑丑的画面比较有趣，对不对？我最喜欢这种丑丑的狗狗。为什么可能三分钟热度？生命是不可以开玩笑，怎么可能三分钟热度？而且以前我们家的狗狗都是我在顾的，我带他们出去遛狗，我帮他们拔屎拔尿，然后帮他们洗澡，这都是我在用的。我国中、高中三年几乎都是在用这些东西。一家四口噻。决定养狗狗。木木嘞，你看我就是最近有一只。这是喇叭，两一只，我们家那时候只有养一只，然后小时候我们家也有养过，我爸家也有养过那个腊肠狗，可是腊肠狗不太就是很鏘，真的很鏘，可是有蛮乖的，我们家的腊肠狗不是都死掉了，已经开始想象，然后叫他过来，来，然后就放在他腿上，放到腿上，我一定会很疼爱他的，绝对疼爱。因为我常常养狗啊，然后我以前会觉得很讨厌，妈，其实超讨厌的，因为他们一直叫。然后我们家的狗啊，我们之前家里外面的玻璃，就是我以前住在我阿妈家的玻璃，就有写马尔济斯出没，要小心这样子。因为我们家铁门一开哦，我跟你讲哦，我们的狗就冲出去，就汪汪汪汪汪讲，然后就被我打。我就拿那个什么小手心打他们，小小打屁股，就说。你们刚才叫，然后就把他们关在笼子里面，这样。妈的，其实我不行，因为我觉得太吵。真的是，我幼稚园的时候养过雪纳瑞，哦，他们训练的超乖，还会罚站。雪纳瑞就是脾气坏了点，可是如果养好的话，它是一个还蛮好的狗，就是顾家，然后又。就是还蛮聪明的，这狗狗还可以跟我一起看弟弟。等到来那个什么，我们买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我们刚刚讲那是什么，你突然忘记了。小型犬都比较敏感，对，也没有说比较乖啊，就是对阿弟养狗狗，我就是要顾好，而且趁现在疫情我没什么工作，你看几天我还可以在家陪他训练，
尿尿，就是先训练他上厕所，对，投影机看电影，对，我刚忘记讲，都喜欢，就是可以训练他尿尿，然后在他这个时间先训练他，我都会做足功课，是不是三分钟热度？都是毛的心理准备，对，真的。我觉得要买一个小窝，可是雨林有跟我说，就是要买一个笼子，就是他不乖的时候可以把它关在哪里，他才会知道错。好，静牧羊犬。好的，我会心理准备毛的部分。好，没关系，你们就觉得我三分钟热度没关系，可是我觉得对事情可以三分钟，可是对生命不可以这样，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让你会觉得说我是三，因为刚好也是我之前就是一直刚，可是我一个人的话，我一定是负担不起，不是说他吃的东西负担不起，是我没有办法给他好的陪伴，但是。刚好我姐现在跟我一起住，然后住在我们这边，然后我跟她一起住，然后她就一直说她也蛮想养狗的，而且我姐姐是一个就是还蛮有细心的人，空空耐心的人这样，然后所以我们两个就想养，那都是小事啊，又不是大事。你看，如果说当女团，难道我要半途而废吗？我拍电影，然后我要半途而废吗？对吧？就是不能这样子想，但我会蛮难过的。等你开始工作，就变成姐姐要照顾。其实也不会，因为我虽然住在这里，可是我工作虽然很远，可是我几乎每天我没有住在，我没有通勤，我都是住在家里，所以我都会回来的。而且我有上网查，其实因为我很多朋友他们都是养发豆吧，这样，然后他们就有说，发豆是蛮适合上班族养的，因为他就是好吃懒，很懒的一个狗。就是其实偶尔带他散步，一定要带他散步，散步是一定要有的。然后怎么？看脑袋里边空白。我之前在家里一直在想，可是我又想说，其实我还会想，我说那疫情过了，会不会我又没办法时间陪他？可是也是因为我姐姐说没关系，就养啊，家里多一个狗狗，我们也都不会无聊，而且撒娇其实真的很好顾，但是他就是会有皮肤病什么的。你不要带他去散步，养狗每天都要带他去散步。对啊，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嘛，就是上课时间七点，上课时间七点到晚下午五六点嘛，这样。我那时候都是六点回到家，然后六点吃完饭，然后七点我就会带我们家狗狗去外面散步，顺便去丢垃圾这样。然后刚好我们家这边也有后园啊什么，也可以让他去散步，还有阳台可以带他去那个。如果不要出去的话，疫情现在严重，就可以带去阳台，阳台可以，或者是我家的那个走廊走一走，也就顶多这样子，也不会去哪里。可是我也没有人可以带他去散步啊，而且我最近因为我每天都会去外面跑步。有的时候，然后我们家这边还住户都蛮常养狗的这样，然后就很常看到他们就是会去带狗狗去
溜一下这样，然后就看到，哦，好可爱哦，然后我就跟着他们的狗玩，就玩一下这样。一定啊，绑手绑脚的，没错啊，一定的。但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负责，我姐也会负责，我姐她时间也比较闲，她也可以。而且我也是，我们的工作是那段时间忙，可是有段时间就不忙。我的现在工作状态也没有到那么忙。打到好想就是你可以放在家里，因为我那时候就问小薰姐，我说那你工作忙的时候怎么办？我就放狗，把狗狗放在家里这样。对啊，那种狗就蛮比较好顾的。对啊，生活变有趣，就会一直就是跟他玩啊，然后跟他拍影片啊。小白是马尔济斯，马尔济斯是讨打，我们家的狗都被我打，小时候太吵了，在睡觉就突然汪汪汪汪汪，然后我说你在干嘛？他因为我们以前的狗狗都跟我睡，我说你在叫什么？汪汪汪汪汪汪，这样一直叫一直叫，有动静一直叫，然后我就打他屁股，你再给我叫，我就不让你跟我睡这样。毕竟我是养过狗狗，所以就不怕，不太会怕它会怎么样。因为就是，对，真的狗狗会怕寂寞，真的。因为我那时候搬走我姑姑那边的时候，他们就是拉拉，他就是一直哭，就是我看到他眼泪一直哭，然后我就觉得好对不起，然后就偶尔回去看他，他就一直这样抓我，因为只有我会。帮他抓背，就是会帮他抓他的这边跟抓背这样，然后他每次都这样子，他每次都一直这样，这样手会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就是要我，他一直抓我抓，他就是要我摸摸，要我摸摸。我每次回去他都这样，超可爱，超可爱，他就一直抓，一直抓，这样摸摸摸这样，然后我就好摸摸摸，然后我说不要摸，然后他又会一直这样，超可爱。我记得我那时候拍影片，等一下来找找。这还蛮可爱的，小时候都我在摸摸它，它叫喇喇。我前几天去家里玩，可是我们家那只喇喇还 OK， 不太会乱叫，可是它很冲，它动作超快，就是明明那么小一只，它跑步超快，噗噗噗噗噗就过去了。看我们家姑姑家养的猫猫，超可爱，超乖的，摸它就我姑姑家养的猫还蛮乖的，就是它是不太会，就是可能因为才几个月吧，叠字的又比较好叫啊，但是没有，我姑姑她我另外一个小姑姑的狗叫什么？好像忘记，反正。可是那只是老狗了，好像已经死掉了吧？好清爽，好蓬松。我记得我以前有那个，只要有一次迟疑，我都反对。数十次确定。谢谢傅维的床奖。就是都在记录我们家的狗狗的一切，可是现在好像不知道去哪。然后我之前有养老鼠嘛，然后我家狗还吃醋，超可爱，它说捏捏捏，然后它就会哭，我就摸老鼠，它就在那边一直抓我，叫我看它。我觉得马尔济斯有一种爱嫉妒的心，超爱嫉妒，它就会觉得你不行，你不可以，你不可以跟，就他有点那个嫉妒的心很重，
我们家的狗。因为养狗真的是人生大事，对啊，不能后悔。谢谢虫奖。额头全开，发豆啊，决定养发豆，养发豆，结婚还能反悔，养狗不能。那我玩物荡荡的，没有这样觉得吗？是不是网络当当的？你们有觉得我的网络当当的吗？你们有觉得我的网络当当？为什么？可是我这边的那个，还是我的狗要叫莎莎。莎莎来，莎莎，为什么荡荡的？还有荡吗？应该没有荡了吧？莎莎跟木木那个，莎还是木，木还是莎，莎还是木，木木还是莎，莎莎莎莎。那就叫好，那就叫叫木木，女人叫莎莎，好，好像也不错。等一下我先把冷气关掉，我觉得有点冷。你们等我一下，我去开电风扇。练歌时间到，晚安。你们说什么？傻傻，你不是已经有一只了吗？可是那又不是真的。那一只不是真的，傻傻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假的，假的，假的。干嘛？你不是要养男生才能跟小薰姐姐？要看那个店面。没有，我只是想练吉他而已，我没有想唱歌。我想要安静一下，我今天特别想安静。我今天去宠物店看到一只狗狗，超可爱，可是它好像有皮肤病。找一下我的，很吵，近一天可以啦。好 Q 啊，屁股好可爱。对啊，我也觉得他，而且他是斜眼看我，他不是正眼，他是这样。我想说拽屁啊，这只狗。
谁的屁屁？刚刚那一只的屁屁。我和你，说愚蠢的人类看怎么看？斜眼看回去，屁股干嘛？瑞瑞瑞怀疑，因为我没办法到他正面看。谢谢的签到，冰可乐。谢谢 YUN 的枫叶 KANT 欢迎。他有假吗？方文，我就跟他说我在直播，没有，我最近很容易暴气，可能我不舒服。大家不会当真啊，就是因为他很常这样叫我，就是会，我今天就心情不好，我就不知道什么心情不好，我就很不爽。心情不好，心情会不会好一点？揍你们！今天就很多人惹我，让我心平气。那我要先。我要先弹吉他，不要理你们。等一下，为什么那么高？想跟木木的生活就好了，揍我揍我揍你揍你，谢谢枫叶。在我心上有你的铠甲，让一切归零。小妹，看到小妹我就不开心，我就开心，不是我就不开心，我就开心。是小妹，她知道我。在我心上有你的铠甲，让一切归零。说什么都。小妹怎么难得会来呢？小妹前辈，我们的熊熊。小妹已上线，耶、yeah! ！是小妹，是小妹，来看你呀！你吃午餐了？你吃晚餐了吗？我只跟你聊天，我不要跟其他人聊天。没有啦，开玩笑。我和你存在一。
线关系。吃什么？吃小咖啡的玫瑰。彼此奢侈，这里一部分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恋爱的定义，那就乖乖的守护着你。想吃牛肉，吃牛肉汤饺。我今天吃水果，水果套餐，乖乖欢迎，拜拜，家属。Hello， 秦天辉，乖乖欢迎。相爱变成在意怀疑的游戏，这是要小妹什么时候要再拍创意料理的影片？熊熊什么时候要拍你？我很喜欢，你们知道，熊熊是我唯一，哎不对，跟我睡在一起过的，就是有来我家睡的，就是美玲跟熊妹。然后在台北租房子的时候，一个月，那时候要拍电影，然后在台北租房子的时候，熊熊就来我家住。我看我还有跟谁睡，好像是这两个哎。对啊，熊熊是不是他也穿了我的衣服睡衣，超可爱的。然后他的，因为我那件裤子明明在我脚踝，然后穿在他那边就变成，就是直接到小腿那里。因为那时候在台北住嘛，就没家人在我身边。然后那时候刚好我跟熊熊一起回家，然后熊熊就说，我就说我要回家，我说我很孤单，好像忘记什么了，之后他就来我家睡，我就跟熊熊一起睡，对，直接变超短裤，裤子穿不下，但是上衣可以穿。还有小三美玲啊，还有谁？好像没了哎，我一起睡过就这样了耶，没了哎，哇哦，就熊妹跟那个小三美玲。啊，还有同母，可是不是同张床，但是同个房间，同母。可是熊妹跟我就睡在同个床哦，小三美玲也是。没有，因为我很多 oversize 的衣服，然后熊妹那时候就是有穿。他吃大的，一个是我去吃大，算了，没事。对，还好我的衣服，那衣服真的是很 oversize。我记得我还有照片，在我心上用力的开，等木木来就可以跟可爱团玩狗了。对啊，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有照片，我找一下，还有我跟熊妹来我家住的照片。我那时候我拍他，我看一下，而且我那时候刚好很孤单，然后是熊妹来陪我，因为我那时候是觉得很累嘛，我跟你们说过我那段时间还蛮累的这样。陈家树，你不要在那边自己想象，你想象的太超过了哦。看，其实我跟熊妹有很多合照，只是都没有放出来而已。你看，我们上次拍那个花店的合照。住我们家的时候好像是，突然找不到照片。对啊，熊熊给我抱抱。那照片不知道去哪，可是我记得有照片。
比较糟糕。高地差，找不到高地差。雪晨下次要跟你合照，我一定要，我一定要，一定要。没有你的日子我会想你，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想你。这什么歌？一定要，在哪里？什么时候？你记得时间吗？去哪了呀？啊，在这里，你看，小熊穿我的衣服、裤子。就那一天晚上，熊熊还记得吗？很久以前了，对啊，好像是，我看一下，十二月五号，我那时候，而且我那时候住在那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因为离公司很近，然后就工作什么的都很方便，然后那时候刚好很忙嘛，十一、十二月那时候。要排练啊，还有很多活动啊什么的。熊妹居然变七分裤，对，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啊，好想念那里的屋子哦，因为我那时候觉得那边很舒服，但是只有住一个月，就是为了那个什么。那时候你们这边问我说，哎，怎么直播的地方又换了？然后我就说，哦，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我想讲，可是不敢讲，因为那时候是因为。我要拍电影啊，但我也不能讲要拍电影。可是我还好，那时候有遇到那个这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就是那时候我也很忙，茫然的忙。只有说你搬家，但也没有搬家，怎么可能搬？我也想搬到那里啊，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我家最好，这边最好。其实我那一个月住得很不习惯，然后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蛮能适应环境的人，因为那时候我去拍电影的时候，我去拍电影，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我去拍电影，我住在南山，我换了，对，然后。那时候房间都是他们分配，都是就是住在别人家这样，就是住在一些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没错。对，然后我第一次住，本来住的那时候前几天的时候，哦，我们之前去山上排练的时候，我们都是住在一个民宿，就是它是一个。也是那种自家的民宿，然后他家就是比较居家的那种，然后灯光很昏暗，超昏暗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我都要做笔记啊，那时候就是要做演员功课嘛，然后我就是在很昏暗的状态下做功课这样。然后后面那时候就 casting 姐姐就想说，哎，阿丽需要自己一个人的空间这样子，然后就他就给我安排了，因为我一开始是跟另外一个 casting 姐姐住在一起，那时候排练的时候上山五六天去熟悉环境的时候，我几乎都是跟那个 casting 姐姐住，然后是两张床，然后很大，是那种就是地上坐在木头地，可是那个很温暖，因为他们楼下都有烤炉，然后他就会热气都会往上，然后地板其实都是很温暖的。然后之后就真的要开拍的前一天前几天，我们又去南山，就已经确定要去南山。然后那时候住的地方是一个阿嬷家，然后那个阿嬷她几乎都是在平地工作，所以她就是会去宜兰市区，然后所以她山上的家就很少人住。那时候我分配到我跟小勋姐同一层楼这样子，然后可是那时候好像是因为小勋姐就是那时候比较忙，而且她的戏份可能就是不用每天待在山上，所以姐姐就想说 ，Kristin 姐姐想说，
我一个人会很危险什么的，但小薰姐又不常在我身边什么的这样，然后他就说就让我住在他的隔壁这样，然后刚好那一家是我最喜欢的房间，因为很舒服，然后那个雅吉就是那个阿嬷，原住民的阿嬷就叫雅吉，然后他就是对我超好的这样，超好的，然后他有个儿子是88年吃六月二号生，就差我一天，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我们就聊天，然后就我就说，我那时候因为我们都有就是我们那个还有一个群嘛，就南三群，就大家都认识的一个群组，就还用他们家一个群组这样，然后刚好那个弟弟他六月二号生日，然后我就说哎生日快乐，我祝福他，就说。他说谢谢姐姐，然后我就生气，我就说我也只不过大你一天而已，你就说谢谢姐姐，真的是傻眼。对，我就住在那个阿嬷家，然后他们家有一个超可爱的小朋友，然后我几乎每天都会去他们家玩，然后都会去他们家做客吃饭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明明剧组都有准备啊，结果可是我每次都去那个阿嬷家做客这样，好怀念。所以我那段时间其实一直搬来搬去的，其实搬家对我来说是一个，这是还蛮习惯的事情，就是从小就是到处住啊，到处住，其实说环境其实我蛮能适应每个环境，你给我什么地方我就会适应什么地方，然后我到了哪一个家我都会固定用哪一个香水，或者是哪一个护手霜，或者是哪一个什么这样。 Hello 小香称赞欢迎，然后所以我的床头我就放了一个我在南昌住的时候用的护手霜，就是这一罐，然后每次呢我只要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想到我那时候在南山的那段日子，然后我就会变成那是一个回忆嘛，营造，就是你看好香哦。然后我那时候好像搬台北家，那时候住的一个月的那个台北家，然后我还记得的那一个的护手霜是小三美玲跟张云送给我的送给我的礼物，这样是这一罐，所以我不会把它们用完，除非我能找到它们的下一罐我才会把它用完，然后这个是我忘记他们在哪里买，所以我没有用完，就是它是什么玫瑰香水的，然后那时候住在台北家是用的，所以我每次只要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想到，然后在我自己家的时候其实我家的味道就是熊宝贝，因为熊宝贝我就是都用熊宝贝洗衣服，所以就习惯闻到熊宝贝的味道。对，所以搬家对我来说真的是，我之前在唱搬家的那首歌就 Reset 的时候，因为我刚好是 C 位嘛，其实我这首歌很有感触，超级有感触，超级，我第一次公演的时候我就哭了，唱这首唱到哭，然后我每次练习都哭，现在不会了啦，这个还没用完啊，这边它还有一块在这里。对，熊熊的味道呢，熊熊有什么味道，除非我搬到什么家我才会有什么味道啦，其实通常我就把它留着啊，就留着一个纪念啊，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去逛到一些精品店啊或是什么店香水的店的时候，其实我都会闻到一些曾经似曾相似的味道，然后我就会觉得 Oh my god， 就是会想起那个回忆，一下就会唤起那个回忆，所以这是我一个储存回忆的方法，这样，因为脑袋容不下这么多东西，可是当你闻到这味道的时候，你就会幻想起所有那个味道。然后我还记得我妈身上的味道是一种古龙水，因为我妈很喜欢喷那个香水，这样，她有一个那个很女人味的香水味，虽然我还不知道买什么，就是我还不知道是哪一个牌子的，可是我知道的那个味道是我几乎每次经过那种很
就是很女人味的香水的味道，我就知道是她了，就是就是我妈的味道，这样是我不永远都不会擦的香水味，但是我妈以前那个年代就很常会擦，就是很有女人味，然后又有一种玫瑰的香味，然后又 有一点香到，因为我的香水味通常都是那种玫瑰我都是那种水果香味，可是我妈的那个味道是那种玫瑰香味，不知道，我爸不知道。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我很常用香水啊，我都用水果香的味道。说到我自己很想写一首歌，可是我又不会自己创作，可能会哦迷迭香，我就是很喜欢洋甘菊的味道，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个护手霜。骗人，我又没有擦香水。英国梨哦，感觉很香。我都要去跑步。好啊。想养狗，可是我又其实我很常去 MINISO 买香水 MINISO， 我通常都是跑五圈操场那种，就一般学校操场，但我等一下要卸妆了再去跑，不能带妆跑，这样子会对皮肤不太好。我都在 MINISO 买了，一到一百分有多少个？一百分、两百万分、三百万分，可能会梦到。我要来念榜了，因为我今天只有播一个半小时，所以我已经差不多要播完了，我要去跑步啦。好，我要念榜喽。今天真的特别不想讲话，但我刚刚又讲了好多话。我会赶快顾好我的身体，然后赶快。就是不要再咳嗽，我觉得很不舒服。没有，我要在我家跑，我家走廊跑，还有家里工作，不，家里那个瑜伽，多喝水。好，先把这个。项链脱掉，就是要流汗，它才会赶快好。可以发泄一下。对啊，现在心情不好，被你们惹的，心情不好。哼。念榜第一名，谢谢加速。第二名，二鱼。第三名笑笑，哦，笑笑的狗狗好可爱啊，大腿贴狗。富伟谢谢。第四名玉超，第五名谢谢玉超。第六名是可乐，谢谢可乐。第七名是钟颖，谢谢钟颖。第八名是本丸，谢谢本丸。第九名是嘎逼，谢谢嘎逼。第十名是柠檬，谢谢柠檬。第十一名是拉苦拉吗？第二名是志宏，谢谢志宏。第三名是金米椒，谢谢金米椒。
第十四名是小红，谢谢小红。第十五名是云，谢谢云。第十六名是卡波吗？谢谢卡波吗？第十七名是剑舞，谢谢剑舞。第十八名是余威熊妹，谢谢熊妹前辈。十九名是一生马悠帆，谢谢一生马悠帆。二十名是少爷，谢谢少爷。二十一名是思源，谢谢思源。好，所以阿丽该养我了吧？你压陈家书，阿丽养你吗？李笑笑，好啊，我爱你都来不及了，我没有惹你哦。小心剧场，哎，现在。真的要跟大家说晚安，今天整个人都很好看，谢谢。我每次跑步都会把头发梳上去，这样子。期待木木的出现。才，晚安。晚安喽。